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人生会有这么不堪的一幕，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天的感觉。今天我让许幻山约你出来，是他说他错了，让我出面帮他解决。我也不希望一个威胁到我儿子安全的人还留在这个城市。有些事儿就得三个人坐下来讲明白，要不然你听不懂也不相信。林悠悠，我们两个的事儿都是我的错，我很后悔，我比你大那么多，这件事情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然后放了我吧。他到底拿什么威胁你了？啊？是你说爱我的呀？林悠悠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爱顾佳。我不管他以后能不能重新接受我，或者跟我离婚，我后半辈子都会真诚弥补，我不会离开他的。曲婉珊，你能跟我说句真心话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走吧。你今天安排这局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觉得你赢了是吗？你到底有没有了解过你身边这个男人？你配得起他对你的好吗？除了最爱的烟花，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吃。可是你呢？你连晚饭都不让他吃。他喜欢踢球。可是你问问他，他有多久没有去过足球场？你哪来的自信？哪来的圣母心？你觉得你可以拯救他是吗？你看看吧，这所有照片都是我们的晚餐照。林永友，你够了！这有多少张照片，就是有多少个夜晚我们都在一起呢？你觉得我不让他吃是虐待他是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个男人有脂肪肝？他才30多岁就有中度脂肪肝，连保险升级都不收他。我不让他吃晚餐，我也陪着。他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，我就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。你给我看这是什么意思？要跟我算账是吧？好，那我们来算一算，你们俩吃过多少次晚餐，开过多少次房，酒店的钱，你的房租，一笔一笔给我算清楚。他为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，我有权利让你还回来。我忘了，刚毕业没钱是吧？青春还值点钱，我请你了。顾佳，到此为止吧，我现在就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掉。林悠悠，你走吧，啊！你好像很爱算账呢，那你看看，这笔你算得出吗？
设计出一款独一无二的烟花作品。什么样的烟花？见过的，听过的，想过的，差一点。从今往后，我所有的作品都送给你，我会用我一生去爱你，就像今天晚上烟花一样，独一无二。我这放的每一场烟花都是为我，为这个家，真他妈可笑。顾佳，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哎，我以前在 M 店上班的时候，看到那些全职太太，没有一个能比你做得好的。你看你啊，练最难的瑜伽，吃减肥餐，任何时候都穿得整齐。对呀，你还看那么多商业知识、烟花资讯，我搞都搞不懂。我就是想做他的充电宝，比他知道的多，让他永远都有话跟我聊。我做的这些，就成为他的压力了吗？你不能这么想啊！你这么想就中了那个女人的心计了。顾佳，你别喝了，顾佳。你出来好不好？我们陪着你。顾佳，你要是真的想喝的话，你出来，我和小金，我们俩陪你喝。对呀、啊。我不喝就得吃药了，心真太难过。姑姑，你出来说行不行啊？我们陪着你。不小心把自己什么，我们就陪着呗。喂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怎么了？工作上有些麻烦事儿。那你赶快去吧，今晚我守着。嗯，我先去处理一下啊。行，注意安全啊。嗯。
这儿，好好好。师傅，我扫码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脸太疼了，一照镜子没看见路，马路牙子割爆胎了。那你人没事吧？颈椎有点难受，你先帮我把车胎给换了，然后呢，再陪我去医院拍个片。你车胎爆了，你应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呀。你不说什么事儿都能找你的吗？说着玩呢。哎，你能不能换胎啊？这个我怎么会的呀？啊，你等等，你等等。哎，喂，你好，哎，我车的轮胎爆了，就在你们店铺附近。哎哎，你今晚过来给我换一下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把位置发给你。哎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说你这没日没夜、随叫随到的，你能骑多少程？2000吧。啊？你这后面加个零也不至于这么拼吧？依依姐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有个这么有钱的爹妈，都能这么任性的过生活。我呢也不指望你能体会我们的心酸，你也不用这么炫富吧？我这还没炫呢。其实呢，我这几天挺惨的。第一单活呢，我不但没把钱要回来，还把我妈给我攒了好几年的嫁妆全打给骗子了。我们领导本来就打压我，现在就带着所有人都看我笑话。回头看，往前看，都是两眼一抹黑。你这是跟我卖惨，耍苦肉计呢？我也希望只是一个计。我刚从我闺蜜那儿过来，她老公出轨，小三横行。我除了陪她哭，也没什么其他本事。我也想陪哭。我觉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跟你们这些有钱人说话的代沟了。真的，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做医美？为什么呀？活着没什么能让我再哭出来的事儿，除了这个。明白了，你为难我，不是为了找痛快，是为了找不痛快，是吧？总得有不痛快的事情做对比，才能显得痛快的事情有意义。要这么想，我比你强。你冷吗？有点。好了，可以去照 CT 了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摘这个干嘛？照片子要把脖子露出来，而且不能戴这些首饰啊什么的。我给你放包里啊。好了，走吧。你倒挺细心。
么严重啊？就轻度错位，严重我早瘫了。那你现在还能走吗？哎，我要不要给你借个轮椅？别，你一直这么会照顾人吗？我当然是冲钱了。你高兴了，早点把钱打了，以后不管你拿我怎么着都行。做梦吧。不过我倒挺喜欢你这张嘴的。等等。哎，一会儿你开上车送我去趟 KTV， 我跟姐们约好唱歌，完事儿呢你再送我回家啊。你脖子都这样了还唱歌啊？依依姐，我从不爽局，不乐意啊，你可以走。喂，您好，哎，我是智胜电子的 Maggie 呀、啊，哎，白天您不是说忙吗？我想这会儿应该快睡了，您应该有时间了吧？喂，喂，没时间也没有关系，明天我去您公司亲自拜访你。吃吗？一天没吃饭。我说你们追债的可真够讨厌，半夜三更还打扰人家，烦不烦？都是工作没办法，一天追不回，非要哭一笑的。我一个月我也没多少钱可以给他花。你们也太惨了。依依姐，下凡吧。人间烟火都是这样子的，嗯。算算算算，赶紧走吧，别在这儿给我丢人啊！走吧。你写的这本小说啊，在我们网站的点击率现在已经排到月榜前五了。所以想和你聊一聊，有没有兴趣出书啊？出书？我就是在网上随便写写。这怎么叫随便写写啊？反响很好的。不瞒你说啊，现在已经有几家知名的影视公司找到了我，准备购买你这部小说的影视版权，拿去拍电视剧。是这样，现在这几家有意向的影视公司呢，报价最好的应该算是柠檬影业啊。他的版权费已经出到了200多万了。多少？应该是220万。啊，当然这不包括图书版税的收益。只要你肯授权，我们就帮你出版这本小说。Maggie， 你跟大家说一说，我有没有给你宽限？看在你是我们销售部第一个被欠债的骗了钱的份上，我是不是又多给了你一个星期，还给你介绍了新客户？结果呢？结果是零。老大，我们马上就能要回一笔款了，而且 Maggie 作为新人已经很努力了。努力了吗？努力了就是这种结果？Maggie， 如果你真的努力了，那还是这样的话，那可能就是你的能力和智商的问题了。听懂了吗？能力和智商的问题。干嘛？开会呢。哟，叶总。什么开会？开人。开人？
看什么人？啊。不会是开他吧？我可是过来还他钱的，他要走了，我就不还了。不是，我们就是探讨一下接下来的工作流程。啊，叶总，您真是来还钱的？他跟我挺对脾气的，以后我们公司业务你就派他来，别找些我不喜欢的人，我不高兴。行，没问题。客户就是上帝嘛，上帝挑谁就是谁。啊，哎，叶总，您这脖子怎么了？没事。好，麦给，别愣着，赶紧带叶总到财务那儿。叶总这边，谢谢啊，谢什么？本来也不是你招的我，想想也没必要跟你过去。撑撑嘴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。刚还你钱就这态度，以后还能不能随叫随到了？能。以后啊，你就是我的大客户，我的姑奶奶。哎，别，我叫老了，回头我还得打针。你少打点吧，以后你有不痛快的时候找我就行了。行，你别送，烦。拜拜。老公，嗯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怎么了？什么呀？这是我写的。别闹！我没闹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好一阵之前就开始写了。而且已经在网络上发表了，真假的呀？真的。今天这个网站的编辑突然找我，说因为点击率很好，所以想帮我出书。老婆，我之前就知道你是一画家，没想到你还是一作家。你别打岔。然后呢？他们还说有影视公司想花200多万。买这个小说的版权，然后拍成电视剧。200万？嗯，好事儿啊。但是我还没想好，我想让你先看完这个小说的内容，然后由你决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小说里面的内容跟你有关系。你要是看完了觉得不舒服，我就把它给扔了，就再也不提了。行，我先看看啊。嗯。你先别看了。干嘛呀？我也不着急。睡吧睡吧。不是，没事儿，我现在还不困呢。改天再看，放下，把灯关了。
醒了？嗯。赶紧收拾收拾，早饭马上好了。嗯。老婆，你那小说我看完了。嗯？什么时候看的？昨天晚上我睡不着，我就给看完了。哎，我觉得写的挺好的，你要想卖就卖呗。我里面写的那些内容，你真的不介意啊？那我介意什么呀？不是一小说吗？又不是纪实文学。但是说真的啊。我看完你那小说，我觉得之前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确实该改得改，所以我说你那小说写挺好的。哎，我之前怎么没有欣赏到我老公有这么宽广的胸怀？我之前也没心胸狭隘啊。哎呀，我现在这工作一退步，你突然又变得这么值钱，我怎么就有点吃软饭的感觉呢？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呀？不说了，我将就将就，软饭硬吃还不行吗？行，谢谢你支持我。行了，赶紧吃吧。妈妈，你怎么醒了呀？我都等你好久了。你吃早饭了吗？嗯，我自己吃的，没让陈姐喂。妈妈，你和爸爸是不是要离婚了？你为什么会这样问啊？因为我看了那本《爸爸家和妈妈家》，我问伯乐乐了，他说那个就是离婚，就像他的爸爸妈妈一样。如果你和爸爸离婚的话，我就选爸爸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你最喜欢妈妈吗？我最喜欢妈妈，妈妈也最喜欢我。如果我选爸爸的话，妈妈就舍不得离开我们了。什么事儿了？爸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错了，你打死我，这婚我也不能离。你自己说，你都干什么了？谁给你胆子欺负我女儿？你干的这些事儿，你算个男人吗你？
你离婚，没什么可说的。爸，婚我不能离。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顾家，这个我心里很清楚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了，怎么了吗？我知道您可能不会原谅我，可是还有子妍呢，她还那么小，她不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你甭跟我提子妍，那是我孙子，以后我带她，就当她爸爸死了。爸，顾佳十几岁就没了妈妈，对她的影响很大。子妍还那么小，如果我们这个家散了呢，那他怎么办？爸，您得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帮帮我。再见啊，郭姐。哎。老婆，干嘛呢？这是你回来了啊！我买了个密码锁，终于不用跟以前那破锁较劲了。这是曼妮他们公司的，他跟我说这个系列最安全啊。哎，多少钱啊？4800。干嘛？4800？啊，你换一锁？啊，这也不是笔小钱，你怎么跟我打声招呼啊？你哪来的钱啊？哎，我可跟你保证啊，我没有任何私房钱。你别背着我存私房钱啊。行了，哎，安好啊。哦，你看啊，待会儿你按照两个键，然后再设个密码，直接按确定，就成了。啊，要不要我教你们一下？啊，不用了，师傅，你们看说明书就行。那好嘞，他有我电话，有什么问题啊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嘞，好，好嘞，再见啊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谢谢您，师傅。说密码设什么呀？我都行，随你。那要不就今天吧，值得纪念。今天？嗯。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呀？哎，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干嘛呀？我拿到版权费了。这么快啊？你猜多少钱？多少钱啊？156万。妈呀，都在这张卡里呢。对啊，哎呦，那得揣好了。走吧，老公。啊，去挥霍。挥霍是不上哪儿挥霍啊？你是钟小姐吗？对的。您的快递请拿好。谢谢。不客气，再见。老婆，哎，你又买什么了？咱这两天买的还不够多的呀？那我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啊！我把我之前收藏在那个收藏夹里边种草好久的衣服都买了。都买了？好看吧？还行。没花多少钱。这些牌子我都查过，在网上买划算多了。这样算的话，我是在省钱呢。哼，我是发现了，没有女人不爱买买买，只是没条件买买买。哎，你最近这腐败速度可以啊。行了行了，放下，别说我了，去看看你那个按摩椅去。不是，哎，这在按摩店的时候不都试过了吗？就没试太长时间呀。呦呦呦呦呦，有大奖啊！
怎么样？哎呀，舒服吗？舒服是真舒服呀，没有花钱的不是。哎，3万块钱啊，我现在恨不得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边。那就证明买值了呀。你之前不是总跟我说你编片子落下颈椎病，然后就头晕，严重点还想吐，我就想给你买个这个，你没事按一按肯定能缓解。所以你非要买个按摩椅是为了给我买啊？嗯，老公，以后我也能改善咱们家的生活了，你就不用压力那么大了。你想做记者，想蹲藏羚羊，你想追鱼，你随便去。还有你弟，我也能替你分担。老婆，你真好。你才知道呀！哎，我先给你表个态啊。嗯。追藏羚羊，如果我体力允许的话还可以，但是追鱼我可真不会了。你来按会儿。哎呀，真舒坦啊！叔叔。林悠悠是吧？嗯。谢谢你肯出来见见我这个老头子。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我之所以今天想见你呢，一个是我是个男人，我也从年轻时候过来的。其次呢，我也是个有女儿的父亲，所以我想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。哎，听不听由你。事情闹到今天这一天，其实已经很明白了，是许幻山和我女儿的婚姻出了点问题。可话说回来了，哪个家庭哪一对婚姻，拿出来认真剖析一下，没有点问题呢？关键在于他们两个人肯不肯，还想不想继续一起往前走。在这一点上呢，幻山已经明确地跟我们表态了，他愿意回归家庭，愿意解决自己的问题。男人一旦下了这样的决心，他是绝不会再回头的。你越是纠缠他，他越要躲，最后什么也捞不下，最后只能互相埋怨，甚至于互相仇视。所以姑娘，我觉得人呢应该知道知难而退。我退不了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遇到更爱的人。这话说出来别人不信，我信。认真的女人最美，可拥有。
记得杀进屋檐一。